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番茄。今天是8月5号，天气不好，一直暴雨，小院的水电也还没有安装好，修了一个上午的葡萄，没有拍视频。这个视频是前段时间拍的，视频里拍的葡萄已经卖完了，今天修的是另外一个品种的葡萄。下午去旁听了个会，是关于猕猴桃采摘节的问题。以前的时间是定的是8月24号，现在改成了8月18号，所以小院必须要在8月15日之前完成了。因为采摘当天，我的园子它是一个活动的点位。如果采摘节定在8月24号，我装修完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装饰这个地方，但是现在采摘节提前了，所以说我明天必须要提前计划好所有的东西。明天肯定又是一个忙碌的一天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顺便问问，采摘节当天也要过来玩的吗？